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请出示文件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话不多说啊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集游戏啊。阿多斯卡真理报，全面爆发的疫情给联邦造成了威胁，事件已经得到控制，但是小儿麻痹症可能会卷土重来啊。我们去工作。朋友近来如何？我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啊？说吧。战争期间我见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她。昨天我听说她最后来到了这里，求你让她通过吧，我会记得你的恩情的。她的名字是这个啊。好的。她给了我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项链啊，永远爱你。那么如果我要是遇到她，我会把她通过的。检察员，联邦的公民有传播传染病的危险，拒签所有来自联邦的入境者，继续没收所有住在奥坦省居民的护照。好的，天佑阿托斯卡。这个通缉犯啊，我还是啊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下一个。等一下，你是这个联邦的？那么不好意思啊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在这里啊，不接受来自联邦的入境者，拒绝来自联邦的入境。我们先给他一个理由，然后呢，拒绝。来，给你，不好意思啊，别把你的病带到阿托斯卡。什么？我很健康，拒绝入关很简单啊，这些证件都浪费了。下一个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你也是联邦的。不不不，你等一下，你也是联邦的啊。不接受来自联邦的入境者。来，不批准。然后理由，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下一个。哎，这怎么都是联邦的？哎，这如果以后都是联邦的人，这也就好办了，我直接拒签就可以了。来，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拒绝来自联邦的入境啊！下一个，啊，终于啊，你不是联邦的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什么？啊，你的热情像火焰啊！啊，这干什么啊？啊，你啊，欲望的目标啊，你把我的心俘获了，认证成功，批准我的签证吧！开什么玩笑？有入境许可吗？我丢了。好的，有身份补增吗？没有人给我提供这玩意儿。再见。啊，这个人真是的啊！再见，再见。但是我给了你那么美丽的音符，哎呦，开什么玩笑？下一个。哎，真的是，真是疯了！我的天哪！好的，终于有一个不是联邦的了啊！我看一下啊。你的这个文件已经过期了。那没办法，你不知道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，我只能拒签你。再见。下一个，人生真是错啊，没人喜欢我。来，给你这个，给我。
像火一样啊，没错，像火一样，渴望的目标啊，没错。哇，没人说过这么漂亮的东西，签证的部分有点乱，但其他的很有力，谢谢你。不客气不客气啊，反正也是别人给我的。等一下啊，虽然这么说啊，但是你的这个签证啊我还是要检查一下的啊，还请你这个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，马上就好。好的，应该没问题啊，你也不是通缉犯。来，进去吧。再次感谢，哎呦，不客气啊。下一个，反正也是别人给我的。等一下啊，你也是奥坦省的。没收，然后他应该没问题啊。来，这纸条是什么？护照在哪儿？被没收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联系纸条上的号码。下一个，你是外交使节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没问题啊，来给你。好的，下一个。哎，没有对阿罗兹卡的外交通行权。哇，好吧，不用看了，你长得不像。再见，这些年过得不容易，是我也很不容易啊，所以再见吧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再见。下一个。等一下，我才想起来啊，你是联邦的人，我居然还审了这么久，联邦的人不接受啊。再见。我才想起来啊，我差点忘记了，我居然还认真的审核了这么久。再见。拒绝所有来自联邦的入境。下一个。好的，今天你是最后一个了，你是最后一个的话，那我给你好好的审一审啊。应该也没有问题啊，你也不是通缉犯啊。不是啊，那应该没问题。来，过去吧。给你，给你。一切顺利。明天上午6点再来。哎呀，儿子又生病了啊，然后昨天大家就没有吃啊，也没有供暖。那么今天大家该吃食物的吃食物啊，该供暖的供暖。同时啊，还要给儿子买药品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吧，睡觉。卫生部采取一系列行动来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，去工作啊。检察员，疾病的危险太高了，已经公布了一个新的草案，所有的入境者必须持有一份有效的，这是脊髓灰质炎的最新疫苗的认证才能够入境啊。此要求对于所有本国人、外来者、外交官以及寻求庇护的人同样有效。
持有此证明的联邦公民已经被允许入境啊，继续没收所有住在奥坦省居民的阿多兹卡护照。天佑阿多兹卡。好的，好的，开始吧，下一个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是你的疫苗证明。哎呦，这怎么文件越来越多了？好的，这都对，应该没问题啊。来，过去吧。一切顺利，下一个，希望没有问题啊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你是外交使节啊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你的这个护照编号有问题，号码不符。来人呐，拘留！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的。出去，下一个。你认识啊这个警卫吗？啊，他说你是朋友，你会帮忙的。求你了，我的家人都去世了，我只有这个人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，进去，十分感谢，不客气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仁慈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下一个，不就是一张罚单吗？太简单了。啊，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，啊，在这儿啊，他们两个冲过去了，啊，抱在一起了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他们两个终于见到了对方。等一下啊，你没有疫苗证明。所有的新入境人员必须要有疫苗的证明。我不相信疫苗啊，那没办法。再见。下一个。哎呀，真的好多的文件啊，太多了。我听说这个检查点要求非常严格，我真高兴我符合这个所有的这个，这是我真高兴我符合所有的证件要求啊。那你到底符不符合呢？只有我看过了才知道啊。应该没问题啊，你也不是通缉犯啊。来，过去吧，给你，给你。哇，这么多的文件，来，给你，一切顺利，下一个。这文件真的太多了。应该没问题啊，来，过去吧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哇，真的好多文件啊，一切顺利，下一个。你也是奥坦省的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这个护照啊，我必须要没收。然后你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那就允许你进去吧。给你。我的护照呢？被没收了。那我怎么旅行？联系纸条上的号码。好的，再见，下一个。
哎，不好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快，快点，让我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！哎呦，全干掉了，三个全干掉了，爬墙的，还有骑车的都干掉了。哎呦，他终于安全了，只有三发子弹啊，三发子弹，有三个人啊，这一人一颗子弹啊，这刚好打光。如果说我失手了，没有打中一颗，那么可能我们那个朋友啊，那个小绿他就会死掉啊。他和他的女友啊，明明才刚相遇啊，怎么可能死在我们的手里边呢？所以说啊，我终于啊把他保护了下来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。今天被恐怖袭击中断了啊，不过没关系的。然后我们还得到了这个神枪手奖励啊，20块钱。既然大家都 OK 啊，那么我们就不用供暖了，然后食物也不用吃了，明天再说。然后我们现在好像还可以升级岗亭了，我们就升级一下。高兴，我们这个朋友啊成功活下来了，我们升级岗亭庆祝一下。阿多兹卡真理报：整治边境破坏，不明身份袭击者带来安全隐患，高层会晤，格雷丁领土仍然存在争议。好的，我们去工作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谢谢你所做的一切，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哎呀，这个他的女朋友在这里很幸福，他说我们第一个儿子啊会取我的名字，这没问题。但是我告诉他，他要一个女孩，他会把这个纪念章给他看的，我还留着，我还留着给你。哎呀，我忘记带在身上了，这个可不能忘记啊。虽然没多少东西啊，但那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他会把东西带到我家的啊，希望能帮到我。明天他要调到另一个岗位了，保重我的朋友。好的，再见再见啊，他要调走了，这样的话他也就不需要守在这么危险的这个边检站了啊。检查员，为提高效率，入境许可证以及身份补增已经被整合进一张通行许可证里面了。昨天的袭击促成一场紧急会议，一位重要的克莱恰邻居今日将会抵达此检查点讨论相关事宜。继续没收所有住在奥坦省居民的阿多斯卡护照。好的啊，天佑阿多斯卡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哎呀，太高兴了太高兴了，把我们的朋友啊成功保护了下来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来人呐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。哎呀，真的，这一次的这个文件已经变少了，我看一下啊。应该没问题啊，你也不是通缉犯吧？啊，你不是通缉犯。好的，那应该没问题啊，来过去吧。太高兴了，实在太高兴了，一切顺利。下一个。哎呀，希望今天可不要来人袭击了，这个抵抗组织他有什么事啊？政府决定同意克莱恰的要求，进一步割让格雷丁，必须阻止谈判，允许克莱恰的外交官入境，但要先没收签证。然后组织的特工将会来顶替身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你的这个特征不对。再见，我是不会审核你的，反正你也不是外交官啊。再见，下一个。好的，你也是奥坦省的，我看一下啊。应该没问题啊，来进去吧。我的护照在哪儿？被没收了。联系纸条上的号码。再见，下一个。
应该没问题啊，来进去吧，一切顺利，下一个。啊，你是克雷恰的外交官，来此进行外交使节，对吧？我看一下啊，没收你的护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新闻。一位重要的克莱夏邻居，没错，给你护照先给你没收掉啊，但是允许你入境。给你，不用想了，一定会吃罚单的。我需要我的护照，已经被没收了。我是克莱夏的外交官，应政府要求到此立即归还护照，打纸条上的号码找回野蛮人。好吧，未经授权啊，没收护照。应该没问题啊，来过去吧。下一个，哎，缺少必要的疫苗啊，忘记了。我看到他入境了，把他的护照给我。给你。啊，很好。我看起来和他一样。只需要剃掉我的胡子就可以了，但我们必须都有所牺牲，批准这份签证。天哪，我又一个罚单要吃掉了，要扣5块钱啊！为了阿多兹卡和社团，最好值得我这么做啊！哦不啊，罚单的声音。哎，没有罚单吗？啊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有罚单。啊，太好了。好的，应该没问题啊。来过去吧，这一次他也有这个疫苗了，应该没问题。给你，一切顺利。下一个，哎，还有问题，无效的发行程式。哇，扣了5块钱！天哪，扣了5块钱呢！哎，我这钱，哎，不行，心在滴血。哎呀，我这次还是慢一点比较好。你是通缉犯，没错吧？果然是通缉犯。或许你不该来，让我过去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真的吗？来人呐，拿下！出去，下一个。好的，今天的是最后一个了，我给你仔细的审一审啊。
等一下，有问题，你这个身高不一致，差一点就允许你入境了。请让我过去吧。再见。再见再见啊，我可不能再吃一份罚单了。再吃罚单就扣10块钱了。再见。明天上午6点再来。哎呀，终于结束了。好的，现在是第27天啊，大家是又冷又饿啊，那么吃饭，然后呢供暖，然后给儿子买药啊。一个年轻女子留下了一些东西，一个小包裹到了，这个是我们那个朋友啊，他的女友送给我们的礼物，100块钱。同时呢还有抵抗组织的礼物啊，送来了20块钱。同时呢今天还被罚了5块钱啊，实在是不开心。不过我们这个朋友他终于活下来了，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啊。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么我想呢我们这个请出示文件也就先到这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了。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，大家再见。